喜欢你。뭐야왜다들총맞은것같아지금아感觉大家好像被我射中了一个枪一样啊。우리모모들이이렇게좋아해주니까너무좋네요看到모모们这么开心喜欢我也觉得很高兴너무좋아요很高兴是吗네좋습니다여러분들이입이지금귀에걸려있어요很好大家我现在看大家好像嘴巴已经挂在耳朵上了네저기맨끝에앉아계신분도보여요我都看到那个最后面坐的朋友我这边也看得到你哦네지금입이지금귀에걸려있습니다你的嘴巴已经挂在耳朵上了너무행복하다는뜻이겠죠就表示说你们很幸福对吧네이두제가또온라인으로도처음을공개했었었는데像缺席的话呢我是在线上第一次公开的对我们4년만에이렇게부모들앞에서처음보여드리는거잖아요这是魁伟四年第一次在舞台上亲自唱跳给大家看的吗아와진짜 와이잠깐부모들은아对对이렇게하나그래맞아应该要说对对吗还是要说好好응을몰라요응응要怎么说응으로해就说응吗응응응응자이렇게또부제나신호씨처럼또솔로앨범에보컬들이또많이들어있잖아요像신호씨跟缺席呢其实在里面就有我很多的歌声嘛네또예전에는어떻게보면우리부모들이보컬이없어서좀아쉬워했던부분들이많았었지않습니까之前我的歌曲当中呢可能没有太多的一般的歌声 vocal 所以大家很觉得有点失望不是吗네그때당시우리부모들이마음아파했던걸저도알아요我知道当时你们我们的父母们就是很也觉得很心疼근데그런어떻게보면은저의성장통이좀있어서좀성장을이렇게할수있지않았나싶습니다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了那样子的一个成长痛而我现在已经成长了吧응응응 아근데응은너무반말이지않아요응不是有点像半语吗아니에요不是吗그러면그러면엄마한테도응那你们跟妈妈也说응这样吗그럼할머니한테도응이렇게对奶奶也说응吗응알겠어그럼알겠어知道了那我知道了要怎么说어什么아见到了见到了아제다오라되게되게아하오하오라고는안해요不说好不说好好吗안해不说吗하오하오오케이不这样说吗응응응응오케이알겠습니다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好的下一首下哎 NG 下一首是为了叫是这次巡回准备的全新表演啊怎么办怎么回事为大家带来 Like a Fool